Hello， 大家好，奇，那么今天就来讲我们的 One Piece 榜题啦，写了吧？那今天的话呢，上次啊，我们玩的是绿色队伍，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这个蓝队，看一下，已经也还算蛮多时间，还蛮久以前在玩的那个蓝凯多，看一看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绩了哦。因为在我们第一次那个爬分的时候，蓝凯多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多事，但后面的话基本上。就感觉真的要爬分的话，可能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夺宝手出击啦哦，所以就把我们就是那个蓝凯多换成其他的一些角色，然后就疯狂在玩这个基德罗，又或者是在玩我们红色的这个队伍了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打出我们的好成绩来。来看一下哦，蓝凯多其实真的蛮好去守地图的。只是真的就是，如果你要一直玩凯多的话，你可能就没办法，就是给整个就是那个推进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打到太多的这个好成绩啦。就是夺宝部分的话，你可能还是要依靠你的这个队友。但是这款游戏的话，基本上要夺宝的话呢，才是真正的这个获胜的这个一大的撇步哦。所以就尽可能啊，还是要赶快练一下，就是一些能够强行夺宝的角色哦。像我们上一次的话，那部影片里面的那个基德罗，好吧，那两只直接强行灌入，然后开始就是疯狂夺。狂夺猛夺哦，那也是 very combo 哦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取得好成绩。多罗斯罗萨的这个场地来了，竞技场的那个哦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就一样，先这个蓝凯多起手了。不过我们在那个日本的这个屯片之旅的时候，后面好像是有改成就是基德罗先起手，然后夺到之后再换蓝凯多开始助阵。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吃整个这个队友的这个配合度跟相应的。只要有人很会去夺宝的话，基本上这款游戏就会胜率就蛮高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继续来做我的这个基本功啊、哦，就是过去先把一些阵地拉到满血，我就是一个补血人啊、专门来帮场地补血的这个补血怪来啦，各位，没问题啦，各位 ，Let's go go 一波。来，我对面的话是两个这个红法啊。红法其实后来的话，就真的还蛮针对，就是我们这些比较体型庞大的这些生物，因为它会打你几下就把你的血锁在那边了，这个比较尴尬一点点。好，没事。哇，结果他们居然是往右边突进，左边有两只哎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想要顾我。来了，红法，我有没有闪到？好像有。大口炮，大口一喷。喷火球，可以哦。而且我们这边的话，听说好像还是个这个狼牙棒等级的这个高攻，哦，直接打烂！哇，怎么那么多人？我的妈！喷火！哎呦哎呦！他直接刷烂我了，我的天！有机会吗？哦，这群人是真的很嚣张。哇，五个都被夺掉了！哇你嘞！哇你嘞嘞！喷大火！准回喷火！要 KO 了！哦，要求有够难搞哎，这个伙计们有没有机会去夺宝？我已经没有我用处了，各位，我只能继续在那边守点了。哇，大家真的是很强哎，我的天啊！这又是谁？尼卡。好，我要夺宝。哇，我叫了，叫声一出我就 GG 了。然后右边那边也要有人守。完了，各位，干啦怪怪，干干怪怪，大手收！哦哦哦，快快快快快夺快夺快夺！有机会，哎、欸，他们好像死光了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他们死光，他们死光，他们死光，他们，喂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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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
有快躲快躲，大枪枪，有有有，快赢快赢，有有有有赢了，呜呼，哇，这把队友真的很燥啊，好险最后我们那边右半不可以，他们后面好像是死了一坨拉苦人了，然后死了一坨拉苦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乘胜的往下走，哦，好险哦，呜，可以哦。第一把就这么刺激，哇！果然这个基德罗这个强行夺宝的这个角色还是得练啊，各位。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凯多死掉之后，换成这个基德罗过去，马上强行拔一波，然后就站在原地这样子哦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加油加油，继续前进。真的还蛮可怕的，哇！这游戏真的是每次玩每次都觉得这个。心跳加速，热血沸腾啊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很恐怖。心跳加速，热血沸腾。好，我们继续一样，蓝凯多走起，我们这个大龙炮给他放起来啊！不跟他虎，不跟他虎，大龙炮走起 ，Go Go Go！ 大龙炮。目前来说啊，我觉得目前这个话，守卫者我自己觉得最顺手的大概就是蓝凯多了。因为他真的是可以帮助整个地图很多，但是仅此而已。就是如果我们队友没有办法，就是去夺到一些宝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干什么事情。哇，三个红法，我有我要被剁烂的这个节奏了哦。但我们这边的话有罗甲跟那个新的这个脱面具 King， 新的这个脱面具 King 的这个伤害是真的蛮高的啦，就看一下他能不能就是打出好成绩了。他感觉应该是要跟我一起来守这个点。又是红法，继续一下，喷，哦，喷飞，啊，没问题，守那边跟我53，哦，你看嘛，妈塞，超级无敌高，超夸张，要求到一个爆炸，莫名逼妙的，好，我们就是继续，这边镇守点就好了，还想撞我啊？火鸡大口炮，好像喷不过去了，偏可惜。哎、欸，但我们的 King 很强哎、欸，他直接杀烂两只哎，虽然都是杀同一个人啦，但我觉得他的威力真的有点猛。后来一个火箭打下去之后，一个角色就直接蒸发了，超扯，莫名逼妙，又来了，哦呦，轮到我了。没关系，大地图支援，超大流星火山，换我打你！我跟你讲，这可是飞旅哥的这个金刚棒啊！哦呦，哦，哎呀，看，被 King 喷死了，莫名逼妙，太扯了！那这感觉真的可以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这还不是超船啊？那这只是一般的那个传奇而已，对不对？就已经很猛了，我的天！好猛啊，老哥！来，大喷火！哎、欸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需要救一下另外一边，老哥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这个 King， 这个 King， 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好险哦！赶快来补一下！哇，另外一边完了，被夺掉了，因为我那些大火球啊。只能炸 King 一击，完了，另外一边又是 King， 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又是 King， 大家快救一下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一直在轮替耶，我的妈呀！救救救！没关系，大火球再喷！哦，大家上面这是 King。哇！大家都在疯狂换位，好扯哦！快，我这边也在躲，我这边也在躲。哇，那个 King 真的是威胁度极高哦。但没关系，应该是稳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，各位！哇，这个这两只 King 真的都很厉害哎，真的无可挑剔。因为他那只的话，基本上他可以挡掉我的那个喷火球一下攻击啊。他必须要打到三下才可以把那个防御护盾打掉，吼，好恐怖！然后另外一只的那个攻击力超高，我真的觉得 King 是这个游戏的亲儿子吧？
像有点强哎，各位。好了，本期就先玩到这边了，我是小皮，谁让大家拜拜喽。